阿辛诺埃古城，从过去到现在，在一个俯瞰大海的主岛山丘上，成立于公元前270年。这个地方被记住是国王、他的妻子和他的妹妹的圣城。中世纪以后没有定居的地区，那里有镶嵌着马赛克的陵墓、历史悠久的房屋和城堡的城墙。历史遗迹的古城阿辛诺埃